这个讲题之中，我们将有两位讲者。那我先帮大家介绍第一位讲者，他讲者的名字是伊帕。伊帕他本身是居里迪的共同创办人，那他另外本身也是纪录片的工作者，也是一位作家。他自己相当关注开源的黑客文化以及数位公民参与。在他们接下来的分享之中，他们独特的创造一个葫芦卡的量表，让我们来可以借此来评估说，今天我们跨界合作的话，我们有机会和居里迪来进行合作。我相信这对于许多的讲者，尤其是如果我们我相信这对许多来宾，尤其是我们如果这些来宾们，我们本身不是工程背景的话，这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事情。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这个讲题的第一位讲者伊帕。Hello， 大家好。我先做个调查哦，就是在这边呢、曾经有参与过居里迪任何活动举手。哇、哦，好多哦，好，谢谢。那我是伊帕，我今天想要分享就是，开放协作，我们改题目就是开放协作到底行不行？真的吗？行吗？真的吗？好像有时候就是不太行哦。就是 open source 或是开放协作，一直都是居里迪常会听到的梗哦。那但是这个。好像有一些限制在里面，那到底是不是能够扩大全面化这个合作，是我们在这个call里面想要分享的一个点。那为什么叫葫芦爬？这是我们有两个讲者，一个是 ET 兔欢迎爬。那 ET 兔兔他想要投稿，就是上面他想要去讲，就是去 NGO 蹲点的事情。那我也有点心得想分享，所以我们就想说手牵手就一起来跳坑好了，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叫做 Blupa 量表，那这其实是一套一大堆图表，然后方便我们来去分析开放的社群和组织之间怎么样协作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它是一个方法，好，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怎么选择开放模式。这个回应。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居里迪社群的共同发起人，可是我一个程式都不会写、啊、我拍过片，写过书，那我在社群主要做很多沟通的事情，简称就是挖坑、推坑、跳坑。好、啊，那目前我比较重要的身份是我是一个新手妈，那我儿子有参与我们这个量表的开发，啊、在作者的中间，对 ，OK， 所以。为什么要开放协作？如果问我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回答可能是说，现在这个时代问题好像很复杂，需要更多人一起来解决事情。那开放这个方法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可以如果让很多人一起参与的方法。那我如果去再进一步想说，那我会希望什么样子的结果呢？那这个可能是我的答案，就是。如何让更多人跳起来一起做事情，可以理性讨论，累积知识，累积是一个重要的词哦。然后重复运用这些成果，扩大参与，而且要有效能，因为在居里迪有时候效能是比较后面才会考量的事情。那我自己会相信说，越灵活会越有力量。那开放也就是这个灵活，产生这个灵活度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哦。所以第一个部分，这个 talk 第一个部分，我会讲一些分享一些组织或社群之间不同的这个方式。那我们先还是从 GDP 这个名字很有点奇怪的社群开始谈。那 GDP 这三年来开发了非常多的专案，有些就是纯粹是写程式，那后面慢慢加上一些实体的参与的专案。好，那这些混合的方法参与的方式。其实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好，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去思考社群和组织。社群是一个比较去中心化的社群，跟组织有什么不同？我们拆成几个面向来看。好，为什么？为什么会来？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在社群，通常理由是很分散的，可能就是常常啊，就是你不爽，所以就做，然后做了就爽。哎，做完之后就不想做，就离开了。哦，那在组织就可能有比较一致的一个动机。那谁来做？在社群的话也是非常多元。哦，你只要想来，你就来。哦，就是先承认你是没有人的那个没有人。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那做什么事情呢？好，那因为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平台，所以它可能比较是模组化，好，所以变成我们把它讲成是坑，因为坑好像是一个比较可以想象的一个单位。好，那其他的组织性的组织性的组织，好，他们就会有不同的单位。好，那好的部分怎么样去做？我觉得这是开源社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哦，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做出这些事情。好，那这个动力基本上就是开放，先开放授权，我的东西别人可以用，然后再开放参与。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在开源社群常常听到的，劝人调侃的这种的话术啊，我不会说话术。例如说你做的就把它丢出来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或是你如果想要做什么，就赶快说出来，你不要先全部想完两年才说。哦，那你觉得你这个东西你不喜欢，你就 port 它，哦 ，patches welcome， 可接力。哦，所以，可是到我们如果讲那什么时候完成的时候，在开源社群就会很有时候会就很悲剧，就是有人抢过的时候，或是下这些课程，或是下这些课程。好，那他们在组织可能就比较有系统。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表，是洋葱表。好，如果我们想象封闭是红色的，那左边绿色的大概就是从重度参与者到轻度都是比较开放的。那也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好，好，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人参与的方式都是开放的，所以这样的社群比较有可能吸引到微参与者。微参与者可以。只有做一点事情还是出现，所以在居民社群或是很多开源的社群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有人提了什么样他就超展开了。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在讲为什么居民有那么多人，一大堆参与者挂在线上做一大堆事情，然后我们会宣称说，哦，居民社群在全世界的 Open Government 的光谱上非常的大。好，但是这不是我今天想要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那个这个 but， 好，就是开源很大，那但是呢，哦，但是就是在开源的协作这个领域，好，有可能有三个雷区，一个就是太展开，没展开或是逆展开。太展开是怎么样？就是一大堆人想一大堆事情，然后反复开发思考，然后做变成三个，然后三个都没有完成，这是太展开。哦，有些就是没展开，提出做，然后不见了。这个大概是在开源社群的90%的状况是长这样。好，然后再来是逆展开，可能政府退缩了，或是有些事情就是爆炸了，那事情推到更之前的状态。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些好像是卡关之后，好，那开源社群慢慢开始想说，我们需要更多混同的方式来跨界，啊，运用开源的方式、开放的方式跨界。但是我们需要去厘清哪些部分是开放。好，那其中一个案例，我会讲两个案例。好，其中一个案例是政治现金数位化，啊，那这是一个需要很多人参与的一个案例。那把资料变成数位，然后最后变成可以资料读取。好，那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哦。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的专案，但是中间有一张红色就跟 NGO 组织协作。好，因为我们合讲哦，所以然后第二个专案，这个专案呢是我们罢免立委的专案哦。那刚刚的主持人就是主持这个专案的这个坑主哦。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专案，就是一个组织好 NGO 他们自己先关起门来讨论出一个方案，一个具体的策略，然后呢，他们到开放的社群，例如说 NGO， 例如说居民来提案，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些开发者，然后让开发者做出一些可以让更多微参与者参与的一个平台，然后就更多人跳进来做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混种，它可以灵活的把一些决策的部分封闭起来，那你可以很专心去做决策，然后最后的成果也是有时间控管的，那不是说全部都发散。好，所以然后其实今天现场有很多是我会说是开源
光者，就是他带了一个开源的心，用开源的做事方式潜入到各个不同的单位，例如说政府单位，有人去社运蹲点，然后有人在社运工作，那有些人做一些新媒体的实验。好，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在一堆做了一堆这些分析之后，我们做了一个表，那这个表是可以有点像是心理测验哦，就是我们可以去分析说，我们如果透过时间费用复杂度这一些元素我们来考量，如果你的专案手上的事情是比较像是这一行的绿色是这一行的，那你可能比较适合就是选择开放流程，开放的这个方式。那如果不是，它是有 deadline， 它要花钱，然后它有实体的这个活动的话，那你可能比较去选择是红色，是比较不开放的。好，那这个心理测验呢，这个你们可以上网再看，然后去选择你们自己的分数，然后看到你的专案要怎么做。好，所以我最后很快的想要分享一下，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课的时候想很多，那这个你们之后可以线上再去看一些很多的表，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想要传达开放和封闭或是收起来这样子的，或是虚或实，它应该是可以是收放自如，然后虚实合一的。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组的这个活动，大型的活动有将近100人的工作团队哦，它其实就是一个红心的洋葱，它是一个红心洋葱图的组织形态，它不是一个传统的 GED 好像全部开放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可以做到像今天这样子的活动。那再来是我觉得在跨界的各种碰撞区其实会有更多不同的想象出来，那就是然后这些新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开放授权的推想出来，那即使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雷区，它可能是太展开、没展开，或是逆展开，它都有留下一些痕迹。然后这些东西、这些诞成果，或是这些共笔，它都可以重复被利用，然后重复被分享。例如说，哥兰伟的这些专案，它的成果后来，其实在气爆的时候，发生情报的时候，它又被改做成一个捐血平台的一个平台。好，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重复分享的。那我的上半节到这边，那由一路讲下半节一些案例的部分。大家好，我是一路，就是如法的路。好，我的 A 很好记，就是对应到我的中文名字。我过去主要是参与居民阶段的合作，一直到2013、2014年，就是福茂跟在台经院之后才开始跟公民团体有比较深的互动。那我今天的内容主要是从去年在网络星期二的演讲衍生出来，然后就用很多图表是参考去年在开放文化基金会的演讲，大家有兴趣可以再从回片里面看。那刚才立法讲了一些开放跨界的基本概念，那实际上一个跨界的专案到底要怎么进行呢？我用四个部分。那首先我会讲说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分析这些跨界的专案，然后再来会讲两个自己有参与比较跨界专案的范例，那最后就会归纳一些心得。那我们分析跨界专案的方式呢，就是所谓的五塔五表，它基本上是一个坑的量表。那坑也就是专案的部分呢，首先我们会去检查这个专案的体质，看它体质上是比较开放呢，还是比较封闭的。那怎么检查呢？就是从刚才立法说的时间费用复杂度、数位化程度、工作化程度、多元化程度跟它的公开性这七个指标来分别评分。那零分就是跟一般的居民专案最接近，如果是两分，就是它是跟一般的居民专案距离最遥远。那整个总分加起来呢？如果分数越高的话，就表示说这个专案它的体质可能就是越不像是一般典型的绿皮专案，所以它的体质就可能是越不开放的。那在检查完专案体质之后呢，会看它实际的进行方式跟它的体质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那进行方式我们会把专案生命周期里面的分析、计划、开发、维护这四个阶段都拆开来看。如果它在这个阶段的进行方式是很开放的话，就把它标成绿色；那如果它的进行方式是很封闭的话，就标成红色。那接下来中间就是标黄色。那我们还会再看它的进展的时程，就是看它在什么时间会抵达它的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
但是很顺利的一路上去呢，还是会一直来来回回的卡关。那以上就是坑的部分。那至于人的部分呢，我们会把几种不同程度的参与者，从协调人、动物记录的这个参与都拆开来看。那假设他参与的方式是很开放的话，我会把它标成绿色；那如果他参与的方式呢是很封闭的话，就标成红色。那中间的这个养成方式，那最后我们会看这参与者的身份。那如果我把这个身份是分成四层，最上面的个人就是他最受到法规或者是制度给束缚的，所以应该是最自由的。那其次就是像距离这样的参与者，然后再来是法人，那最底下是政府。那政府他对所有人压在下面，所以他流向是受法规或者制度束缚最多，是最不自由的。那以上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用来分析跨界专案的工具。那第一个案例呢，是在第三年产业相互贸的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要协助 NGO 在网络上做议题宣传，所以就画了非常插图。那因为这图里面有很多小人，所以我们就叫它福茂小人图。好，那这个小人图专案它的体质到底是有多开放呢？首先在时间上，因为那时候我们要配合运动团体的时程，就是每个晚会，所以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备案，所以它的时间上是红色的。那费用没有，就是一些就阿仔都在家里画图就可以。那复杂度可能因为它需要插画家跟一起工作的沟通讨论，所以复杂度可能中等。那碎化程度就是电脑绘图。那因为插画的构图呢，它可能不像写实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模组化，然后之后再收起来，所以它的模组化程度是很低的。然后里面那些小人的角色啊，全部都是为了福茂这个主题特别设计的，所以它的通用性也算是蛮低的。然后因为它的进行过程中牵涉到运动组织的一些策略，所以也不是完全的公开，所以它的公开性算是在中间。然后这样全部加起来了，那总分是八分，因为最低零分，最高是十分。那八分的话就是介于中间，所以我们可以说，福茂小人图这个专案它的开放的体质呢，算是在半开放跟不算不开放这样的状态。好，那至于这个八分的专案，实际上会怎么进行呢？那在问题分析也这边就是在一个人那个萝卜幕后的分析，那些答案金毛都是红色。那七号部分是一盘案一小表，他们办开放的课程，然后邀请他一起来，然后一上之后我们才成功的画插画出来，所以是绿色。那开发过程中，我们答案是放在公开的 Google Drive， 但是我们的沟通过程是从 private 的 email， 所以是混在一起的黄色。那最后我们的玩表答案还有就是那个 PS 的工作答案，都是放在 UMB 的 public 的 Google Drive，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下载或是修改，这就是绿色。那时程上倒是还蛮顺利，也就是从构图到玩表中间只花了四天。那至于参与者的部分呢，大部分人都是用开放的方式参与，只有少数就是跟 NGO 比较有关系的，可能就是用半开放的方式。那除了公民团体跟运营社群的朋友以外，还有素媒体的推手也有来帮忙这个专案。好，那以上就是福茂小人图这个专案它分析出来的大概的状况。第二个例子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是发生了占领地月这件事情。那因为在占领现场，他们要做直播，要做直播就会需要网络嘛，所以就有一批工程师，他们就跑到立法院外面去架那个户外网络。那他们把这个叫做线路松，就是拉网路线的黑客松。那线路松这个专案的体质又是如何呢？首先，虽然大家都是自主参与，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其实还蛮紧张，所以大家对理解要求都有点高，所以我们就是不太允许有断线状况发生。所以它的时程上是红色的，然后那些网络设备里面有一些是也蛮贵的，不过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是可以负担，所以它费用是黄色。然后因为它需要很多人一起参与排班啊，然后跟前线啊，所以它的复杂度是黄色。然后后面几个就都是红色，全部加起来
就总分是十二分，因为最高也才十四分，所以十二分的话其实已经是距离一般的 PPP 专案非常遥远。所以我们说，因为现实中这个专案它天生的体质呢，其实是还蛮不配套。那这样一个十二分的红彤彤的专案，实际上怎么进行呢？大部分的时候是用仿色再开放的方式，然后比较核心的部分会是封闭的方式。那它的时程，因为那时候要配合在现场的状况变化，有时候就会需要重新规划，然后又要重新拉线，所以就产生了这个非常令人崩溃的曲线。那参与者的部分，大多也都是用半开放的方式，然后核心的协调人员就是用封闭的方式进行。那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组织化，然后还是蛮中央集权的一个方案，但是它的参与者大部分是来自非组织的社群或是个人。好，这以上就是立院先入中这个专案的分析结果。那看完这两个专案之后呢，可以归纳出一些心得。首先就是这个专案的体质呢，也就是我们最前面讲那个零到十四分的那个评分图。那它如果分数越高的话，就是表示这个专案先天的体质就是越不开放。那其实大家就自然而然的不会选择比较不开放的方式去执行这个专案。但是即使是一个不完全开放的专案，在它的生命周期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环节，然后可以借用社群的力量来帮忙。那通常呢，就是复杂度或者程度越高的专案，它就越需要大量沟通，所以可能就会先做个雏形，然后又修改，再第二版、第三版，所以它的进展过程有可能会在企划和开发之间一直来回这样。所以如果你手上的专案有类似这一种围打墙情况，不要太难过，这表示你在做的是一个很大的专案。那跨界专案的参与者的组成其实也是很多的方式，它有可能是外圈的用封闭的方式，然后内圈是开放，也可能是外圈开放，内圈封闭。那这个就是很 case by case， 是每一个都是可以遵循。那最后，参与者是来自组织还是非组织呢？其实对这个专案的进行方式影响很大，主要影响专案的进行方式还是看他先天的开放度的体质。那我们一开始在想做古卡这两个稿的时候，就想说我就做一个像这类型的东西，然后我只要把专案的那些参数啊，反正丢进来，他就可以告诉我说，身为一个开源的，我要用什么方式去跟那些封闭的组织合作。那后来，我们的确实际上做出半个分类报，就是前面讲那个专案体质的开放度的两个表。那但是呢，即使我们帮这个专案评了分，就是大概知道它是先天上的体质是多开放还是多封闭，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知道它实际上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因为跨界混种的实作方式实在是太多元。所以我可以做的呢，就是尽量收集各种跨界专案。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跨界的专案呢，欢迎投稿到 gdb.tech.com/zoopa。那我们里面的已经有些好的范本，把它复制到下面就可以编辑。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投稿的彼此互相交流，互相参考。那Zoopa是处在一个 alpha 版的阶段，所以刚刚讲的那些图表啊，都还可能内容还在改改去。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直接在 Google Slide 上或者是在我们的 Hashtag 上留言都可以。那我们这场议程处理的主要是跨界本身要做。那至于你成功跨界之后呢，又会遇到其他问题。那这个明天下午将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这边要特别感谢佩妮、仓佳、华村长、T K、小柳、Laura，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所有这个2016的工作人员，因为它完全是一个 conference driven 的成果，所以没有今天的活动呢，就没有以上的作品。然后最后就是
我们有做一首主题曲。这就是我要讲的话。ET 主要是要 Q&A。在讲者的鼓励之下，我可以来 Q&A 和音乐同时进行，所以我也会把特殊的 Q&A 体验。那在这边的话，我先邀请两位讲者来到台上。那在这边的话，提问的方式跟上台的时候一样，就是一个人用30秒的时间来陈述自己的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给我预计一样是开放3题，让大家来提问，那这都由我们的讲者一起来回答。那针对普鲁帕有要提问的吗？请举手。你这么轻快的声音，不觉得提问有点客气吗？我不知道会不会让那个量表有点复杂化，就是说你刚刚那个每个评分项目会不会就是其实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专家觉得这样这样重要，就是你给他两分。你说，等一下，我把它给你关掉。对，工作我可以再听一次干。不是，所以你刚刚把每个项目都零到2分，加2分这样去评比嘛？可是其实会不会在实做实际上面的时候，它每个项目的比重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下去之后，变量表变得更复杂。量表太复杂了，你可以来改量表。你老是想说零一二是算是一个很大概的分法，我目前就是定得很粗，那我比较希望是大家注意那个颜色，这样就不会变成说一个本来是很直性的东西，硬要用一个量级的单位去测量。但目前我还是有帮他们算分数啦，因为这样就是就有一个基本的依据这样。那也许之后我们可以是用色票的方式来测试，可以在非常晚的时候来试试看。那再来，我们有一位讲者要提问。谢谢你。我不知道你们的小群组里面呢，小团体里面有几个人，看起来你们关系很不错，你们很会一起合作。但是呢，从一个 EC 群组的人的角度来看，我问的问题呢很特别。假设有一天你们关系变坏，你们不能一起合作，谁可以解决？你们会把这个计划交给谁？什么样的其他的团体继续做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是开源极端分子，所以会成果在工作之前就会决定授权，像这个授权就是开放的，所以我如果跟你切八段的话，你还是可以拿去用，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那个成果，只要授权是彼此是事先是沟通好的。所以有些专案他做专案是 CC0， 他完全放弃授权，那这个东西就是公共的财产。那在最近很多专案都这样，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要。那在写八段的时候，如果交二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类似的问题。那这个可能就是开源化的一个方法。就是一宝回答这个 open source， 那我可以回答说，你的问题有一部分是说，假设我今天去跟 NGO 合作，那我走了以后，他们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一个用脚投票的问题，就是其实如果有一件事情大家觉得重要，自然才有人就会播。那如果他本身的意义可能大家觉得不太重要的话，他可能就比较找不到合作的对象，这样不好意思。那因为时间关系，现在已经4:10了，所以我们将要接我们的下一位讲者。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伊塔。